天堂鸟三位成员呢日出席慈善跑活动，仲报咗各3公里嚟跑添，佢哋话当练气。跑步都好紧要嘅，我哋都希望练下长气啊嘛，跳长咗啊嘛，长气啲好嘅。同埋即系我哋嚟跑步嘅原因，即系亦都可以训练嚟紧，即系我哋如果有即系我哋演唱会啦，亦都可以锻炼我哋嗰、那个即系嗰个气力啊。因为即系喺台上有唱有跳，其实好考自己个体能啦，同埋俾人睇到。那個精神嗰個感覺，呢樣係好重要的。公司跟我哋講嘅，咁佢話有機會係會延期到下年嘅。咁都係嗰句咧，有開心有唔開心嘅。咁啊，開心就係可以俾多啲時間我哋去安排呢件事啦。咁啊，唔開心就因為要延期啦。咁所以不過唔緊要嘅，如果我哋都要隨時準備嘅啦，因為即係唔知道公司突然間話，如果繼續開嘅話，咁我哋就要突然間就嚟嘅。咁所以係咯，我哋都會盡快同大家。公布嗰件事啦。Gordon 近排同 Bingo 成员 Carmen 传绯闻，佢仲大方承认系了解中添。绯闻嚟嘅啫，绯闻嚟嘅，即系咁系咯。我觉得年纪都唔细啦，如果真系要拍拖，我会同大家讲嘅。咁但系而家实话都未有撇，咁啊，希望唔系希望嘅，到时同大家讲啦。